欢迎各位收听安播足球快讯。根据沙地媒体的报道，斯朗拿度希望同艾纳斯续约至2027年初，然后在参加完2026年世界杯之后宣布退役的。据了解，斯朗在前往葡萄牙国家队的训练营之前，告知了艾纳斯的管理层，他希望将合同延长至2027年初。斯朗希望作为艾纳斯的球员，代表葡萄牙参加2026年世界杯，然后他将会宣布退役。攞住2亿欧元年薪的斯朗拿度，自加盟艾纳斯以来，一共为球队出战过30场比赛，贡献了25个入球，交出了8次的助攻。如果能够顺利出战2026年世界杯，届时的斯朗拿度将会年满41岁。已经出战过5届世界杯的他，保持住连续5届世界杯都能够取得入球的纪录，他将会朝住扩大这个纪录的目标而进发的。我是阿斌，多谢各位收听。中意呢条片嘅话咧，就记得俾 like， 同埋要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， 再 share 埋俾你啲朋友仔睇。咁我哋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